覺得今次嘅同阿 Stephy 合作，或者同應佐賢合作，你扮演呢個角色嚇，即係你自己認為自己嘅演出係點咧？即係我演出一係啦，製作人喺度，我真係唔敢講，因為全部嘅演出都係佢逼我逼我出嚟，然之後即係本來我係咁樣演，然之後佢會行過嚟話唔得唔得唔得。就會跟我講下點樣演，OK， 就再嚟做過咁。咁同 Stephy 嗰度就好自然，我感覺好 sweet。真係，真係啦！如果當你知道咧 ，Stephy 係飲酒咁叻，你更加投入啊！我都唔知啊，你都唔緊要啊。大家欣賞完呢部咁精彩嘅網劇之後咧，就期待你嘅電影版啊嘛，係咪？電影版，係啦，電影版就我哋兩個啫，兩個風係啦。